English reading time. Good morning, everyone, and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早安晚安，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雅雅老师读英文时间。Wow, it's a beautiful sunny day today. And can you guess where I am now?好，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你可以猜猜看我现在在哪里吗？在哪里 ？Okay, yes, I'm in High Speed Rail Taichung Station. 我现在在台湾高铁的台中站。那今天呢，就请你跟着雅雅老师一起到车站里面去读英文吧。Let's go.首先呢，我们在要去高铁的路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路上的标志。来，我要请全校的小朋友来告诉我前面这三个英文字母是什么呢？ HSR, very good. 那什么叫 HSR 呢？ HSR 就是 high, 高的， speed, 速度，rail 就是铁轨的意思，所以 high speed rail 就是高速铁路。来，这三个字跟老师念一次， ready go, high speed rail, 很好。那这个 HSR station, ready go, HSR station, 很好。那这就是高铁站。那其实本来它应该还要加上一个 HSR Taichung Station 会比较好一点 ，OK？ 但是因为那个牌子还太少，记不下去了 ，OK？ 好，那如果到你跟爸爸妈妈开车，然后快要到高铁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路牌不对，路桥底下有两个招牌，一个呢写的是二楼下客区，三分钟后即将放学，请导护老师、导护生尽快就位。啊，不是那个下客啦，是要把让客人下车的下客区。好，这个下客区来跟老师念一次，它叫做 drop off area, drop off area, 很好。那上就是要上车的地方叫做 pick up area。 好，我们有没有一点耳熟，就是我们平常在说东西掉在地上，我们说 pick it up, 就是那个 pick up,所以接载客就是爸爸妈妈要把你捡回家，叫做 pick up area。 来 repeat one more time, ready go, pick up area, good, 很好。那接下来如果你跟家人或者是其他的亲戚约了要会面的那个地点叫做 meeting point。 来念一次， ready go, meeting point, meetingpoint, 那像这个地方就是 meeting point 2, 那如果是5号会面点呢？ meeting point 5, 很好。那如果是10号会面点？ meeting point 10, OK, very good. 好，接下来下面这个是我把中文遮起来了，好，它叫做 station concourse, 来念一次，预备 go, station concourse, station concourse. 好，什么叫做 station concourse?就是我们的车站大厅。好，那要上去车站大厅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工具，这个是答对，电梯。好，来跟老师念一次，电梯的英文叫 elevator, elevator, 很好。我的阿嬷都会说是 elevator, 因为她是讲日文的，所以她会讲 elevator。 好，来，那接下来 whenever you get in the elevatorIn HSR Taichung Station, concourse is on second floor, and pickup area is on first floor. 在乌日站就是大厅是在二楼，然后如果是接送区接的地方的话是一楼。OK, 好的。接下来，当你去到这个我们的concourse,我把我自己放在这好了。好，你当你去到那个 concourse level 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 tickets 跟一个 ticket barrier 这两个。来，请问什么是 tickets? Tickets 有好多好多的 ticket, 有 S 的哦，卖票的地方，售票处， very good, 很好。来念一次哦， tickets, tickets。 好，接下来那个买完票之后 you have to go through somewhere andCheck your ticket and also jump in your train.
What is that? Okay, that is 验票闸门。好，来跟老师念一次 ticket barrier, ticket barrier。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台中高铁站的那个 tickets。那有三个那个卖票的那个窗口是我们大家可能你跟我比较会用到的。首先 ，first one, if you want to get the ticket for today, 如果你要买今天的票，你就可以到这个 today's ticket。很好，来念一次，预备 ，go today's ticket。如果你要买明天开始大概两个礼拜之内的票，你就可以到这个 advance purchase。Advance purchase 好，那当然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在手机的 app 上面买票，然后因为一个手机只能够下载一张票，所以有可能爸爸妈妈必须要到convenience store to take your tickets, to print out your ticket, 他们可能要到那个便利商店去把你的票印出来，那当然也可以到这个车站的这个 tickets 这边来买票。好，再来第二个是 priority, priority 就是优先的意思，那这个车这个柜台是优先 for priority for pregnant orderly disabled passengers, 就是给怀孕的妇人或者是年长的长辈，65岁以上叫做年长， disabled 就是有残障手册的都可以从这个柜台上买票。好，那接下来如果爸爸妈妈有 credit card, they want to use the credit card point to upgrade your seat,好 ,upgrade 就是升等的意思，那可以升等去哪里呢？升等到 business class, 升等到商务舱，不是升等到驾驶舱。 OK, 好的，升等到 business class, 好，来这个 upgrade, 来念一次，预备 go, upgrade, 很好，来高铁的驾驶那个商务舱真的可以去做做看。好，来再来这个 tickets, 买完之后你就要到 ticketbarrier 去看看，去过你的那个票 ，OK， 然后就可以去搭车。那这个是台中乌日站的一个ticket barrier。那台中乌日站它的营业时间，它的 operation time 是 from 5:40 in the morning until 12 at midnight， 就是从早上的5:40一直到晚上半夜的12:00。那这里有几个车站的一个使用的重要规则。首先，如果你要带着你的狗狗、猫猫、仓鼠、乌龟去搭高铁或者搭火车、搭飞机，好像不能带宠物，飞机的宠物要另外处理。好，好，那你就要请注意了，他要请你 pass in carriers， 请把你所有的狗狗、猫猫、仓鼠、乌龟都放在一个宠物的容器里面。好啊，你本人就不用放在容器里面了，因为你是爸爸妈妈的小孩。You are not their pets， 你不是他们的宠物。好，如果你是喜欢骑脚踏车的人，你想要带着脚踏车去搭高铁也是可以的。可是你的脚踏车 bicycle in bike bag 要放在专用的车袋里面。还有另外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呢是跟法律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高铁还有高铁站里面跟它外面的走道都是 no smoking area， 跟学校一样，还有像火车站，还有像机场都是 no smoking area. If they want to smoke, they have to go to the specific place only for smoking. Okay, otherwise they couldn't smoking. Okay, 如果他们真的很想抽烟的话，他们必须到专用的吸烟区。不过 smoking is so smelly, 他会抽烟很臭，对不对？所以他们最好还是戒烟会比较好一点。好，好。你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说老师管很多。好，来，如果万一去搭高铁、搭飞机、搭火车，你发现一转身爸爸妈妈不见了，爸爸妈妈走失了，怎么办？好，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柜台。请问这个柜台叫做旅客服务台，非常好。来，这几个字跟老师念一次 ：passenger service，passenger service。Passenger service， 好 ，Passenger service 在国外的，或者是像台北火车站的话，它会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就是它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那有些地方它会有一个Traveler Information Center， 就是旅客的服务台，会有一个小写 I， 这两个都是属于 Passenger Service。 像我去拍照的时候那天这个阿北他就是在问他们的员工一些事情。好，来，这个再跟老师念一次 Passenger Service。 Passenger Service， Very good。 好，接下来，那如果说，好的，来，如果说呢，你们提早到了车站或提早到了机场，那你想要把你的行李先放在某一个箱子某一个地方把它存放起来，然后可以去舒服的逛逛车站啊，或者是去吃东西啊，那你就要找这个 baggage storage。 请问什么是 baggage storage？ 这个中文会是什么？寄物柜。好，来再跟老师念一次 baggage storage。 baggage storage。 好， baggage storage 通常都要付一点点钱。好，不过国际机场好像已经没有 baggage storage 了，可以问问看。好，那刚刚我们说的卖车票的地方，那除了我们的那些 tickets 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来，这个叫做 ticket vending machine。 来看看这是什么哟。好，请问这是什么？ ticket vending machine。 哦，它就是自动售票机。好，来，这个 vending machine， 来，请你把它念一次，预备起。 vending machine， 什么叫 vending machine 呢？ There's a machine you may put some money in there and you can buy some drinks and also maybe some snack from that。 好，那就是有一个机器啊，就是你可以放钱进去，然后就可以按按钮去选你想要喝的饮料啊，或者是你想要吃的点心啊、糖果啊。请问这个机器叫自动贩卖机。好， vending machine 就是自动贩卖机。好，然后呢，如果你搭到高铁搭到目的地之后，你想要离开那个车站，那有两个有几个交通工具可以使用。首先 taxi，请问什么叫做 taxi？ 计程车。很好，那这里有讲到 bus， 请问什么叫做 bus？ bus 就是公车。很好，那如果说爸爸妈妈可能去那边想要租车子，那个叫 rental car。 好，来，这三个跟老师念一次 taxi， bus， rental car。很好，来，那好，通常一般买完车票之后，爸爸妈妈都会说啊，赶快去，不是 Seven 跟麦当劳啦，哎呦，是要赶快去上厕所。很好，那上厕所，我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面教的是 May I go to bathroom， 可是 bathroom 这个字实际上在英文是指浴室的意思。所以是在家里跟在学校可以用的，可是一般外面的公共场所，一般的 public area， 我们会用 toilet， 或者是 restroom， 或者是 washroom。 restroom 就是一个休息室， washroom 就是你可以进去里面洗洗手洗洗脸，然后上完厕所之后也要洗洗手，对不对？所以这种地方叫做 washroom。 OK， 好，来，这三个跟老师念一次 toilet， toilet， restroomwashroom， washroom。 OK， 对，我们已经在台中的高铁站绕了一圈，再往那边过去呢，就是 MRT 台中的捷运站，跟 TRA New 乌日 Train Station 台中的新乌日火车站。那我们今天在高铁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了， Goodbye。